晚上好，谢谢荧光棒。这个能不能自己？是啊，排练完了，我就得靠这一点，好难受。谢谢荧光棒。晚上好，晚上好。我还以为今天没排练多久呢，这么一看，今天也排练了很久。我还是别放这个支架上，我要拿下来。它一直在颤。我觉得排练和爬山差不多吧，排练的强度和爬山差不多。就是排一天脚就特别疼，就给你爬一天山脚特别疼是一个感受。晚上好。为什么就说屁股爬山的吗？为什么爬完山脚不疼屁股疼？就说屁股爬山吗？晚上好。不然怎么会屁股疼？嗨，吃了，排练之前就吃了。谢谢荧光棒，谢谢啊的100个荧光棒，谢谢01234689的圣诞树。这个圣诞树真的很像，很像给圣诞树穿了一个棉衣，就看起来这个圣诞树胖乎乎的，不知道为什么。是吧？我就觉得这个圣诞树看起来胖乎乎的。Hello。吃糖果，为什么就不停止？晚上好，我今天好成熟，但是我就直播。我这几天我的脏衣篓都已经堆成了山，因为我们不是一直在排练，然后一天有的时候要换2件 T 恤，然后我的脏衣篓里现在全都是长袖的、短袖的各种 T 恤，还有运动裤，我都没有运动裤穿了，今天穿的牛仔裤排练。是的。谢谢我的小弟，我今天是你的大姐头。没有，今天本身你碰到我了，我的小马去拍照，然后我
是的，这件衣服是飞天小女警，是泡泡。谢谢圣诞妈。你好准，你好像泡泡。但是我觉得有点精神上面。但是你们不知道这个衣服可好看了，只是现在看不到这个衣服的样子，这样穿的很。是的，是泡泡。你们知道就是毛为什么一直皱着眉吗？没有看过飞天小女警吗？你们知道毛为什么一直皱着眉吗？Hello， 有没有好久不见吧？你前两天不是还来过？小弟们快出来！我想想，我新公演 unit 靠左边，你们的左边。他是因为他叫毛毛，所以他才皱眉的。本来他出生的时候也是漂亮的小那个什么小可爱，然后那个他们三个不是排排站嘛，然后那个博士给他们小镇村的那个博士给他们三个起名字，然后就说那个红色的花花，然后指着黄色的泡泡，然后为了那个什么，他就为了就是顺口，然后就和毛毛，然后毛毛不喜欢这个名字，他就皱眉，然后所以他就一直皱眉了，他就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的，因为他不喜欢毛毛这个名字。谢谢四个荧光棒。我今天怎么快手气息了？为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为了看好看，这样就很土。我的墨镜太老了，就是我再也找不到这一集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买了一个光盘。然后他就有这一集，从那之后我在网上我都找不到这一集了，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德意在哪里。德意家睡了一天，当然会越来越漂亮，女孩子都是会越来越漂亮的。是呀，不知道为什么了，看的很多都找不到了，有时候还真的挺那个什么的，挺怀念的。刚排练完，不卷了，不卷了，刚排练完，明天还要公演，而且还是五场，崩溃，简直崩溃，居然五场，简直崩溃。九点多就要起床了。确实，我的五官里只有眼睛不好看。如果这不是结局，明天不是千秋了。明天不算千秋了，后面好像有别的安排，所以对，所以他不算千秋了。就戴着墨镜直，墨镜限定。我跟你们讲，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卖芒果的，就是一个主播，特别搞笑，是个男的。因为五场要起太早了。用完了就像那种4、5岁的。五场要起好早。然后呢，他就说他这个。因为我们平时五场都是9点出发，然后。就是我们今天就跟那个什么，就跟姐姐说能不能改成10点，因为我们真的很痛苦，然后就改成10点，所以明天可以晚一个小时出发，比之前。就是，所以他就老是说自己没有开头像，然后别人一个人站在眼睛，他就变成光头像。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是的，我今天会早睡的。啊，我们的我们
们的芒果特别好吃。所以昨天反正也没有睡太久。给你们推荐《风起洛阳》，我最近在看《风起洛阳》。看到这个后面眼影很好看嘛？这个眼影用的是那个小包那个生日应援袋里面的。小包的生日应援袋里面给了我们一人一盆眼影，用的是他那个生日应援袋里的。因为这个裤子有点露肉。对吧，我就是那个风起洛阳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旁边是这个兜，一边是兜，然后对，我就觉得应援袋里放这种什么眼影啊口红啊什么的就非常的实用，非常棒。今天录了个视频，就是那个散场视频。哎，我换了可就应该不会再染头发，再染的话也是染黑色。我首演之前应该会把头发再染的黑一点，很尖锐的女尖叫声，每次都被吓到。什么没？我没有听到过尖锐的女尖叫声哎。好像我们队的人都在直播这会儿。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你要来我们房，你来我们房间干嘛？你要来我们房间直播吗？我们房间没有地方了，真的没有地方了。天顺面，你得去找小贝。那可以，你来吧，因为我们的房间就是有点乱。不是有点乱，反正就挺乱的。所以我等等下播，我还得收拾房间。他就那一袋啊，他就那一袋甜水面呀、啊。那你来拿吧，我都不知道在哪。吃吃吃，我看着就不是我喜欢吃的样子，你把它拿走吧，你来吃。看着就不是北方人愿意吃的样子。重生计划进入了，都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重生计划功能。明天是云姐的 MVP 啊？是吗？云姐怎么办两次？对，就是两次。云姐两次 ，sorry， 云姐的粉丝。哈哈哈！他怎么上周办完这种海报？甜甜是来吃面的。我给你们展示一下修妈今天送给我的一系列礼物。今天我下午直播的时候穿的那个睡衣就是修妈送给我的，然后还有这一个也是修妈送给我的，也是睡衣，它是有一个上衣一个裤子还有一个眼罩。对，那给我摘了，还有一个帽子。还有这个帽子。他送我的是平时穿的睡衣和一个出去就是拿外卖披的那种长睡衣。嗯，还有你们都在直播。 对， 对，还有一个帽嘛，可爱吧。水面在哪？这个没有。你有碗吗？没有。那我怎么煮汤呢？你没有煮吗？你没有碗吗？还有一件辣妹套装，这个是上衣。还想煮菜，但我又没有碗。你在这里问我谁？还有一个背心。阿林的秘密武器。还有一条裤子。这个一套。
还有一个，还有一样礼物。姐姐的蛋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泡面都在暖壶盖里泡。谢谢动感超人哒哒哒的圣诞树。我有什么？你有碗吗？我没有碗，我只有锅。那我应该怎么煮它呢？快看，快看！小爱是不是有碗？粉丝让你哎，甜甜，粉丝让你买个锅，对自己好一点。我有锅，我没有碗。披发，好丑！哈哈，熊妈，熊妈买的这些都很适合我们的新公寓。谁说小马有碗呢？你怎么知道小马有碗呢？我都不知道。其实我也有碗，但是被阿姨搞去仓库了。这是沈小爱送给阿姨的袖套、脖套。好直男呢，说我说什么什么跳一场公演甩掉了，才不会。我感觉就是太曝光了，好看吧？这个直播太曝光，就是黑色它就。我问问小贝有没有？他怎么可能有？他也不做饭。新公演票好难切，你不要骗我了！你以为我不上网吗？嗯，明天竟然是五场的公演，不要骗我了。我也是上网的，虽然我把豆瓣跟贴吧全都卸载了，但我也还是上网的。就这么忙了还排公演，你居然有你去找他，别让他走过来。我真的觉得我给你们说，这套公演真的是现场看很好。你们已经对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的，只要你们来看了的话。我真的不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说的这些，真的是因为这场公演它就是画面会很，但是我会很完整，真的。我有两个，因为一个是你们不来的话，永远都不知道他有多好。身价，他有多难，不是有多好。难，真的要跳死。这套公演真的挺好的，就是画面很好，因为它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把我们排成这样子吗？因为它很复杂，然后它就是很复杂很繁琐，然后就是设计很多，所以它就是画面很完整很好。是那种切近景你会觉得哇都是美女，切远景你会觉得哇画面好美的那种感觉。他带着他的碗来了，好可怕。文艺不能出去。旁边赵老师声音很大，他这还大，我都听不见他说话。就是这一种。真的吗？我都听不见。反正肯定是不会让人失望的，就对了。谢谢奶茶。我咋这屋都没地儿下脚了都？不是我听不见，是我自己。没事，我一会儿收拾。不是听不清。加面饼放入，加入热水。
加盖2到3分钟。谢谢玫瑰花，反正很好的，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谢谢白胡子老爹的礼物。哎呀，希望疫情可以快点好起来，一定要马上好起来，疫情一定要快点好起来。我买了好多指甲油，就是那种甲油胶，还有照，就是那个甲，就是做指甲的那个灯，然后还有什么刷子什么的，打算回去，我要过年回家给我妈妈做指甲。那你买了那些吗？等你学会了，我要。我买了买了那个。买了那个灯，然后买了刷子，还买了甲油胶，我还买了那个什么呢，还买了亮片之类的，还买了钻。今天试听会吗？有没有人去了试听会呀？谢谢三个麋鹿胸针，谢谢陆羽的三个麋鹿胸针。因为我妈妈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想做指甲，但是有的时候她又觉得浪费钱，她就有的时候又不舍得去做，她又觉得浪费钱，所以我要买好了，然后回去给她做。是呀，内蒙古最近严重了，但是我就期待她可以。你们这什么？在这一个月好一点。你要啥？盖子。当然没有了，碗都没有，你还要盖子？锅盖呢也行。在厕所的猫砂盆上。啊，这这屋就是太小了，没地儿坐了你只能给他盖个帽子，没有盖子，就帽子。是的，黑衣服光光。是。等会儿还得给他换帽纱。不知道为什么噪点这么多，这样就好多了。放开我的布。为什么要拿我的布？是我有两个，要你啊！你自己拿你自己的布，为什么要拿我的布？因为我在里边，这里边。我的心中那么依恋。他不让我拿他的布，林娜贝啾啾啾，波波。对，拉票的嘛。真的吗？今天很酷炫。这是马，这是马，谁说这是驴的？马一林打死你啊！这是马，这是马，小马，马。你都看你自己看好几遍了，田淑丽。在看敏哥，他太好笑了，他像一只狗，他像个狗狗，他很好笑。他像二哈，他真的很搞笑，很酷。我想蛋蛋，你就想蛋，我想蛋蛋。谢谢奥威奥林贴贴圣诞树。我在看你，我想怎么样？贴贴。哇，这个好酷啊！贴贴，像港风，瞬间我就是你的小弟。我给我摘下来。你是贴贴，你是我小弟。不贴贴了。我还有这个链子呢，你像一个暴发户。我好像明天穿什么呢？让我想想。学校阿姨送了我生日礼物，送了我一个很长很长的羽绒服。他的，我保护你哈，我是他的媳妇。我也想吃。谢谢君谦的又直
圣诞卡。谢谢，祝你抱抱了。我跟你讲，实在这个墨镜神经大了，他在我就是他的女人。熊妈送了我好多好多礼物，送了我两个睡衣，一个羽绒服，一双鞋，一套辣妹装，还有两个包没有给你们看，还有两个包，两个帽子，还有三副耳环，两个戒指，三个项链。我能听吗？哎呀，嗯。好烦啊！你这样说我就没心情直播了。都是秀妈送给我的。啥事啊？你发微信给我看。这事情不大。怎么记得这么清楚的？嗯，很好记啊。我跟废除还能有什么事？我都刚刚都展示给你们看了呀。别啊！今天我怎么说？我没话说。什么？你快说啊！你快跟我微信说，要不然我真没有心情直播。有没有假期？好烦。给你们展示一下变成波及。快点！真的很烦，为什么？不是你微信给我不行。我又来了，不好意思。我还有点急。在跟灰灰挤，像不像波及？你看我像不像波及？我被挤死了，波及，像。我特别讨厌是话说一半的人，是真的。我给你们看得意，得意，得意，这不是很像波及？得意，波及也很可爱呀。得意。得意我真的会生气，我发给你们，嗯，快说嘛，等会儿再给你们。波吉也很可爱呀、啊，为什么学波吉就是没有偶像包袱了？嗯，是的，八红了。你像波吉。那个骰子是什么东西？欢迎大家加入流水战队，我不知道是什么。那个我要怎么参加呢？好像你没有办法，你好像参加不了。这关于我吗？对，没事，我没事啊。谢谢小明星送的一个糖果，谢谢。快看我像不像波吉？那你们参加了09D3和蝴蝶圣诞树。你为什么对他的备注是我最爱的女人？他自己承认。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怎么？我是那个啊。波及，波及，这跟我有关系吗？你给我滚！因为她是你最爱的女人，所以就我跟你讲关系。她天天跟我讲她自己的事，然后因为波及是圆脸，所以我这个样子就很像波及。他每天跟我，我不会被你们的音乐是不是？因为，我也不会有什么事情。我是一个没有流量的女人。那我要开个电台，请给我点流量。太吵了，我天哪，我的妈，这屋要吵死了。为什么？他每天都就是、啊、说有事情跟我讲，然后都是那种他自己的事情。流量在哪里呀？流量在哪里？波及就是软脸呀，波及我就很容易像波及，只要把那个什么嘴巴搞成波及，就很像波及。看飞机就轰炸了。我好想加入战队，因为我今天我是李总，我的小弟呢。是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全都是不行，我要放一些年轻人才会听的歌。我的哎呀，结果推荐给我的歌单全都是那个什么，听这个新歌推荐。小丁，还是我的女人。你的男人。你这你长成这样的男人，这是我的话题。祝你圣诞节快乐，祝你圣诞节快乐，明年圣诞节也快乐。我刚才给大家凑荧光棒，谢谢。
迷糊胸针啊，不是迷糊，迷路胸针。迷糊胸针，我这个歌有点吓人，好像有点吓人。所以是真的吗？晚上好。啊，真的假的呀？把我的那个给我，把我的糖，不就把不就是他？但是我觉得，就是他。我觉得真的很迷糊。站队能干吗？但是我觉得，没事，他不怎么。啊，怎么就剩这么几粒了？嗯，我看我的葡萄干就剩这么几粒了。我每次买完喝的，你都咔咔都给我喝掉，完了还不说，我想喝的时候都发现都喝没了。谢谢美团外卖送的一个糖果，一个圣诞帽。稍等，谢谢君谦送的一个生日蛋糕。找我的，谢谢你祝我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me！ 我昨天特别暴躁，昨天去特别容易生气。我今天，我今天真的很容易生气，我今天很容易暴躁。我家录音都说都有点录急了。小贝好伟，啊？你们是被打？小贝没关系，我们下播说。小贝没关系，流量给我。分我一点吧。这有可能。我的小贝给我的微信。生气，太生气了。大家今天都要变成我的战队了。什么叫战队？不懂是什么？我不懂是什么战队。陈淑丽战队是什么？哎，你们可以换个名字吗？取个好听点，狂野一点。甜蜜战队。你们玩那个骰子了吗？你们玩骰子了吗？啊，不是玩骰子，你们玩那个啥了吗？谢谢。那叫啥来着？大富翁了吗？谢谢二二的大饼。哎，这画质是不是很模糊？你们完了吗？你把那个关了，我知道了。你把那个关了，我知道了。然后再把评论。我的战队现在怎么样了？为什么我们自己看不了？我好好奇哦。整的人可好奇了，但是我又看不着，不知道怎么玩。嗯，笨蛋。这个怎么玩？你们玩能不能带我？他能得到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笨蛋。我也可以拥有。哈哈，我能有什么用呢？跟我没关系吗？好无聊，那只能看你。没有，你也可以在这边，就他们共赢，就是你的战队。才不是，我可聪明了。得让他们赢才行。那你们通关了吗？每次关都没通过。这个好了吗？我。材料完结上去没有看，我这粉都被蹭掉了。今天我就这样戴的，因为我觉得这样显得我是运动员。我想看，讨厌你，给你戴这个，可以。谢谢柚子。这都颜色都不一样，还没看出来。一个喵的一个圣诞帽。谢谢七八九的，我怎么觉得我戴上去有点帅？我好帅啊！怪姿，我今天很成熟，不够的努力了。谢谢支持送一个圣诞帽，我也好想去一个可以把手机立着的地方。
我在吃葡萄干儿。喜欢吃盐津葡萄。我几岁呀？我今年18岁。哎呀！不要提姑娘，我会想吃的。我以为我被骂了，我说啊，那是巧克力。然后我发消息，哪有汽油味？才没有呢。吓死我了！然后我就被骂了。很好吃。特别好吃，姑娘很好吃。通过这经验，好看吗？谢谢可凉。因为我的内心，谢谢可凉。熊妈在干什么呀？你们有没有筷子？谢谢你们送的礼物，谢谢你们送的礼物，我们送的每一个一腿都是。吃完了。谢谢二零九一三的。耶！摄入了无数糖分。谢谢二零九一三的权杖，谢谢。摄入无数糖分。6个7个，怎么通关呀？就是它是满多少就是几。可以了吧，小姐？可以了吗？你们可以拿到地图，我会战队。好像可以了，一些血瓶。我的战队怎么用了？好关心我的战队，但是你们都不关心我的战队。但是我看到了，谁的呢？我感觉我好久没直播了。你们都不关心我的战队吗？我是不是为什么都不关心我的战队？我要从哪儿看战队呀、啊？谢谢玫瑰花。我今天特别特效，果然特效之一嘛，我跟你讲，练舞练得好，好一嘛。然后一直播看特效，我就觉得很开心。谢谢阿兔荧光棒。好多圣诞礼物，很好看，今年圣诞，然后跟大家一起过。你在干嘛？你要睡了吗？谢谢玫瑰花。你要睡了吗？那我想去你房间。你要去谁房间？去小马房间。我以为你要去我。我走啦，我先关闸，等等回来，等等，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光线怎么样？可以可以，不错不错。嗯。嗯。我看看啊，这边怎么样？那这边可以，这边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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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还能再矮一点吗？可以啊。怎么矮？嗯，不能再矮了吧？下面这个呢？好像不能再矮了，最矮就这样。行，这样哦，可以吧？不行、哦，可以可以，这样可以吧？行。行。
耶！你吃晚饭了吗 ？Hello Hello， 我去排练之前吃了，吃了麻辣烫。嗯，那还行。你这样会不会太低了啊？舒适，太舒适了。把那新袋子拿远点，放一点。哎呀，太舒适了。手机还可以充电。人就是一个大舒适。晚上好。嗯。看吧，我刚才就说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结果都走开了，哈。这个头发，我这个头发，这头发对劲吗？我感觉我头发不太对劲。这捋捋是不是？这捋捋是不是应该在这边？嗨，随便吧。新带路也很可爱，但我当然是比他可爱了。好，对呀、啊，在小马房间。放歌吧，没事儿。就没有，这是修妈的，修妈的星黛露比我的星黛露大。嗯，修妈的星黛露是谢谢奶茶这么大个的，我的星黛露是小的那个。后面还有只小的，我只有一只小的。啊，没有啊，没有，我可没有啊，我可没有啊。我那个小作坊，我那个小，我那个小猪圈已经什么都放不下了，感觉快要。哎，也不是啊，有的东西呢，我很喜欢的东西，当然也是可以放下的，使劲放还能快。谢谢旷世小羊的99个荧光棒。哎呦，哈，这个大星黛露的耳朵居然是缝上的。嗯，耳朵居然缝上的，小的应该没有缝上啊，不是缝上了，是标签儿，没拆。嗯，让我看看，偷窥。我刚才本来想嘿，然后结果这个标签那个嵌就是那个塑料的那个绳绳在这里没有搞开。哎呀，这样躺着有点那个什么，麻屁股，还是起来吧。你特别像在喝那种藕粉，抖音上卖那种养生藕粉。我今天去按摩的时候，我在我的手机上面，因为我手机上有黑屏嘛，我在我的手机上面看了那个，看到了那个叫什么来，沉尸，就是那个米色很小很小那个小小爬虫，然后就好像是就是跟螨虫差不多的那种。我在想我起痘痘是不是因为那个啥，是不是因为太潮了我的床，然后就长了那个小虫虫。反正你觉得潮吗？可我就不潮，因为我的床对着那个啥，但也有可能是那个按摩那个地方的地上有那个东西爬到我的手机上。我觉得可能是你皮肤比较娇贵，你确实很容易一下就吃个那个。我去洗漱了、好，再出来估计就半小时。好吧，你冷不冷？我不冷，我把电暖气都给关了。不冷，目前不冷。你先把外套放这儿，如果一会儿你冷了你就穿。行，等，铁树林。
真的很过分，怎么有这么过分的人，太过分了。哇，我看了一下那个什么，好多人在直播，真好多人直播。我明天可能又是上次那个特别浪费发胶的发型了，因为我今天不打算洗头了，只是我今天洗过，我今天起来起床中午的时候洗的头，所以今天晚上就不想洗头了。谢谢十个荧光棒，想要明天晚上再洗头，所以明天公演可能会做那个满头都是发胶的发型，但前提是有那个姐姐在。还是有那个上次给我做发型那个姐姐在，因为有的发型呢只能是一个姐姐做，换一个姐姐她就是另外一个味道。才发现我有美人尖，我好大美人尖，也没有很大，反正就是很明显，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吧，这也没有吧。我特别喜欢飞天小女警，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飞天小女警，还喜欢看神奇宝贝，就是口袋精灵、口袋小精灵，还有数码宝贝，但我都没有看全。真的吗？数码宝贝是王总引进的吗？哎呀，我那个啥身上的那个红点还没好，红疙瘩还没好。我现在腰上有两个，然后这个地方有两个，然后腿上比较多，但腿上的好的差不多了，肚子上的也差不多好。但是就是腰上和这个地方的就还没好，这边胳膊的好了。我最开始吓死了，我以为我起水痘了，后来想想我小时候起过水痘，不会再起了呀，不是人一辈子就只会起一次水痘。荨麻不是荨麻，荨麻疹没有凸起，这个痘痘是有点像那种被蚊子咬了的痘痘。谢谢平安果。我有那个除螨喷雾，等等会睡觉之前会把那个床喷一遍，除下螨，头发里的包下去了。小的时候过速度长得特别快。什么？你在说什么？看不懂。我就是我不想去医院，就是我觉得我去医院的话医生就会让我查过敏源有可能，然后一查过敏源就花好多钱，有时候查过敏源要花一两千。
我现在这个情况也不敢涂东西，都不敢涂东西。嗯，这我第一次这，之前就是可能会，你看我脖子上不是戴这个链子吗？然后就是现在就没有事，但是说不准哪一天，就是偶尔有一天它就会起一堆小小红点点，就是会过敏。但其实正常情况下我是不过敏的，我没有很咳嗽，就刚说话的时候口水呛的，咳了两下，我哪有咳嗽？我这从我开始直播到现在，我不就咳了这么两声？人家只是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仅此而已，仅此而已。等新公演开始上，我就可以去大一了。不然我总是会耽误，怕我耽老耽误排练，老耽误排练不好。明天 biu biu biu， 明天的 unit 是飞天小女警。荨麻疹是那种平整的那种吧，应该不是这种凸起型的。就我现在这样，我现在就像起痘痘一样。嗨，倒也不用一直盯着我没排的那两首。为啥要一直盯着我这么两手呢？肯定会学的呀。倒也不至于了。倒也不至于了。因为我后面几天排练的时候，基本上排完我就记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大家练的时间长。谢谢十个荧光棒。就不知道为什么后面这两天，就是昨天前天大前天学的舞，大家都就是脑子都混了，都没有，但是我昨天前天大前天我记得特别好，我记得相当清楚，反而是我刚才开始排练的那两首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昨天前天大前天就记得很清楚很清楚。对呀，反正也不着急。其实大家现在只是觉得自己脑子有点浑浊，但其实很容易就能练好了，因为大致印象都在脑子里了，然后再整理一下立马就可以好了。我们现在应该所有的东西都排好了，
应该就是所有东西都拍完。动作又难又多，真的，我们有一首歌就是 swag breaking crump 全都搞出来了。可能那个老师编的时候他觉得很简单，因为他用的都是什么 swag 呀 crump 啊 breaking 啊，就那种基础基本功，就是最简单这几个舞种里面最简单的动作，就基本功。我会觉得，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没有上过这些课，就没有接受过这些培训呀、什么的专业的那种街舞的那个什么，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新的东西。还好我之前上过 swag 的课，所以就会好一点。怎么可能效果不好？不可能效果不好的。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公演的时候，不要说这种丧气话，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一看就是直男发言。一整个，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暴躁。就我这两天真的是比较容易暴躁的，千万不要惹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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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真的很容易生气，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录音的时候录到一半，我录的我很难受，我都，要不是我的职业操守的话，我可能都跟录音哥哥说，我说就这样吧，难听就难听。其实我心里已经是这么想的了，但是我的职业操守在操控着我，还是认真的重新录了很多遍。就是这就是累了毁灭吧，马上就有这种感觉了。就其实我平时也不会这样，我平时会跟哥哥说，我说哥再来一遍吧，我觉得我能唱好，哥再来一遍，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哥刚才那句太难听了，能不能再来一遍。但是我这两天我是很特别容易暴躁，特别容易急躁，什么急火攻心总是。不过后来还是好好录了的。调整了一下，谢谢糖果，谢谢圣。谢谢糖果，谢谢大声笑的糖果。不是因为这个啦，谢谢迷路生根。没有阴谋，不阴谋，没有阴谋。
啊，明天去剧场要喝一个声音拿铁。因为我们中心点不到声音拿铁，明天该去剧场喝一个声音拿铁。对，中心没有瑞幸这边，就喝不到声音拿铁。明天去剧场可以喝一个声音拿铁，还可以订一个，还可以订一个爸爸糖才回来。但是因为明天嘛，因为明天不是要起早嘛，所以就理所应当顺其自然的可以喝一个咖啡。要平时我都不喝咖啡的。我也不知道也，而且我最开始都没有喝，是小马回来了之后他带我喝的，我就觉得还挺好喝的。是有一天我去大邑，然后小马给我点了一个到剧场，然后我才喝。不是洗澡，是起早，早起，早起。好的，没错，战友情深，没错，嗯。这太正直了，战友精神太好，正直，非常好，真的很正直，不错，夸你是一个正直的人。来回答，今儿没拍照片。你说啥照片？来。还真没拍。我妈，因为说到这，我想起我妈，我妈真的是紧跟时事。我那天一看，哇，头像都已经改成了我最新的反图。人真的很厉害，就是一个。不知道吴老二，你说可能会想起。一张下班图，是那天我给小包助演完了之后下班拍的一张图。没错，我妈妈真的是八级冲浪选手，她每天都在我的超话里面看，所以你们不管发什么到超话里，我妈都能看见。我觉得她没来口袋也挺好的，而且她只知道我的超话。他也不知道什么路边社呀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挺好的，省得他，就我觉得这样也就避免了他，因为我的超话嘛，肯定没有骂我的人或者是做不好的东西。我妈是一个很幼稚的人，我怕他看到如果有人说我不好，他会骂我。
他真有可能骂。谢谢玫瑰花，所以我觉得他看不见挺好的呀，不错，看见一些我的反图啊，我的那个什么呀，挺好的。谢谢双大帽。你还说我今天不知道我口袋出了这个那个什么活动嘛，然后我就打开口袋看好多人给我刷什么应援棒之类的，我还以为什么我让人骂了，我被人骂了吗？大家怎么都在刷应援棒，我是被人骂了吗？你这小偶像都对这东西 PDSD 了。我一看的，我看了快了一眼大家房间，很多人房间都在说，还以为自己被骂了呢，还以为怎么，我以为我自己被冲了呢，看大家都是这个反应。小偶像真的都 PTSD 了。我那会儿跟科科在一块儿，科科说他刚开始说他也以为他自己被冲了。谢谢荧光棒，好又来了，好又来了。直播里面不会，直播里不会，就房间里面会有一点。但我其实没觉得咯噔一下，我当时就是很好奇，我就看疯狂往上刷，我看是怎么骂我的，让我看，好好奇，说我啥了？快让我看看说啥了。对，结果没有。修妈，修妈。那个富贵竹都黄了。对，我昨天抬头一看，看它黄了。富贵，但它里面好像长新的了，看起来是长新的东西，新的的样子。富贵竹已经老了。云姐那个是发财树，早都给云姐了，这个是富贵竹，这不是一个东西。他都晒不着太阳，还晒太阳。我房间不能养这些花花草草，因为猫咪对很多花花草草都有，就是都有毒嘛，很多花花草草对于猫咪来说。咋不是呢？我这就是富贵竹，这是我搜的，特意搜的富贵竹，买的富贵竹。谁说它不在水里就不是富贵竹？没有长在土里的富贵竹吗？肯定有长在土里的富贵竹，谁规定了富贵竹不能长在土里？对呀，又不是一粒牛零食嘛。嗯，有火腿肠有吗？火腿不吃玉米的，不是玉米的，你吃。还有葡萄干，还有榛果绿。啊，葡萄干儿。
火腿肠，哦，冰糖盖儿，哦。这是炸的那个火腿肠。不是，这是纯肉肠。这是肉肠，炸的是粉面肠。嗯，粉面子，东北话，大粉面，全是大粉面子。哼，宁可在群里问有人卷吗？疯了吧，他让他自己去卷，然后明天他就是因为睡太少整个人肿的跟猪一样。他动作总是跟人不一样，他不能自己练，他越练越不对。他真的是头号自己改动作选手。我要回来，我卷完了，你快去卷吧。嗯，微波炉在我房间，还买房间没有微波炉。疯了吗？疯了吗？这么卷，都疯了吗？大家都疯了吗？这么卷。都不要命了吗？你看一下，有个是超快的。对。倒没有，只有他问了要不要卷。正常人今天都不会去卷，因为明天要起早。好吃。明天不是全球了，我今天就是劳逸结合形式，因为我去按摩了今天。嗯，我明天咋枪我特别喜欢直播的时候吃东西，嗯，因为我觉得直播的时候除了唠嗑能做事情也就是吃东西啊。才艺展示。虽然确实可以录吗？但现在是别人在录我的吗？是别人在直播录我的吗？不要提外卖两个字，求求了。会动摇我。不要提外卖两个字。好吃，我也买了这个肠儿，今天买的是那个粗一点。我本来以为买的是粗的，他师傅送的是细的，买错了。我今天吃的麻辣烫，就算点外卖，我也不会吃麻辣拌了。我有点想吃冰。嗯，不是饼，是冰，饼也行，大饼也可以。嗯，我好久没有吃过烤冷面。
就把烤冷面姐姐赶走了。挺好的，挺好的，你钱还没给钱呢，你别像慧慧似的钱都给了，摊儿跑了。还是有点想去吃那个煮串，嗯，那个串串很好吃。嗯，会不会太惨？想吃脏脏汤，脏脏汤。想去北京玩儿，其实我对环球影城没有什么向往。哎，你有没有看过哈利波特？嗯，所以我就对那个没有什么向往。嗯，哈利波特呀，克莱因兰主题店，我只知道那以前南锣那边有一个拍照的网红店，就很粉嫩的那种。南锣鼓巷。嗯。我只知道南锣鼓巷有家那个炸土豆的特别好吃，嗯，真的很好吃。我只知道南锣鼓巷有很多卖山寨包的店。我只远远的看过一次儿，现在是不是排儿儿队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呀？那会不会人少了一下？啊，对，吉士果真的是很绝，真的是屹立不倒。但是我觉得第一次去的人都会吃一下吧，吉士果。我要去也得等首演之后了呀。只能说迪士尼那个炸鸡排好好吃。迪士尼？对呀，啊，我们吃那个炸鸡排很好吃，那个冰沙也很好喝。嗯。居然有人喜欢吃吉士果？我没吃过耶。我吃过，我就是人生第一次去南锣鼓巷的时候吃的。嗯，什么味道？就是炸的东西，然后蘸冰淇淋。嗯，旁边是修妈，我在修妈房间。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种炸的面坨坨蘸冰淇淋。嗯，还不如辣椒面吃呢。嗯，小马天天就是，哎呀，有点辣椒面就好了，天天辣椒面，辣椒面。嗯，下次去迪士尼一定要提醒我带辣椒面。有辣椒面蘸炸鸡也好吃。每天就辣椒面。我俩去搓澡那天吃东西也是，哎呀，这样有点辣椒面就好了。然后我说那边不是有调料台吗，你去搞点。小马说10块钱一位。他不是喜欢吃辣，他就喜欢吃那个辣椒面。怎么说呢，他对辣椒面的爱还是不值10块钱。他看到那个10块钱一位他就放弃了。
默默麻默默辣酱，嗯，我有可能吃过，但是有可能，确实十块钱可以自己买辣不？你要这么说的话，100块钱还可以买好多好多肉跟菜涮火锅呢。那你不在家不还是出去吃火锅？以后出门我也想买，有纸巾吗？想买，他一掏兜没有纸巾，有辣椒面儿。我在韩国的时候，我就是走到哪儿揣到哪儿，真的，不然我就要被饿死了。以后给小马出去逛逛吃逛吃，哎呀，想要纸巾，小马没有纸巾，只有辣椒面儿。其实我们今天练的还可以，也没有很久。我们几点开始？我们有8点开始吗？差不多8点开始的吧。今天啊。嗯。10点多结束的。啊，对，没错，要有仪式感。小马，下次去迪士尼，嗯、为了你的辣椒面配上迪士尼，你就这样。抖一下是吧？笑死！举牌子是，嗯，要用最高贵的姿势。我跟你说，有一天，我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来那个贾玲。我在跳公演跳贾玲那首歌的时候，我左手拿麦嘛，左手拿麦，然后我就跳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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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用我的左手的麦磕到了右手的麻筋儿。然后贾玲不是这种动作吗？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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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整场我的胳膊都举不起来，整个胳膊全都麻了。哎呀，完了，有点鼻炎。给你们推荐那个什么。我最近在那个 B 站上面刷到了一个视频，谢谢平安果。我最近在 B 站上面刷了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 UP 主，他就是把那个《少年包青天》第一部整理成了一个视频，就是那种就从头讲解他的每一个案件，看得非常爽。就全是干货，你看着非常爽。然后还有《神探狄仁杰》1到5部，他都做了讲解。他还在打算做那个，对，他还打算做《少年包青天》的2部、3部，他都打算做。看得非常爽，忘了叫什么了，那个 UP 主，反正一搜就能搜到，非常爽。总之就是一个非常爽，柯南也有，柯南好像抖音上面有吧。我之前在抖音上面看那个柯南主线的介绍，因为我特别喜欢看主线，但其实这么多年有点忘了，然后我那天就从头看了一遍讲解。心机子蛙一直摸你肚子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日语啊？怎么念？哦，
真的是，是那个真相只有一个。天哪！突然觉得自己好蠢，还把它念出来了。你念出来真的很蠢。没事儿，撤死了。人就是突然撤死。我就是这句好好耳熟。好撤死了。说明这个音译还可以，小马在旁边都听懂了。听出来是日语了，听出来是日语了。这啥？这算啥？这上不了 bot。很久没有上过 bot， 我很久没有做蠢事了。不知道为什么，人家每次上 bot 可能还能，哈。吸两个粉，我每次都是因为蠢。不，锡纸花甲粉，锡纸花甲，不要花甲，买锡纸。锡纸花甲。锡纸花甲，不要花甲。你知道为啥我一瞬间就反应过来你可能是点错了吗？嗯，因为李慧也点错过，也是我刚把的这个东西推荐给他的时候，因为我就是我跟他说一下他家花甲，对，我就跟他说他家花甲很好吃，他吃了一次之后，他第二次点的时候他自己就给点成了花甲，而他就这个商家怎么这样呀，怎么一点粉都没给我呀，巴拉巴拉巴拉，我说，然后我说你自己看一看，然后他就看了一眼，果然是他自己点错了。然后你也跟我说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种不对的预感，我说你看一看是不是你自己点错了，果然是你自己点错了。对呀，是同一家店。对，我就听见小马给我发那个什么发消息，这我从他的消息里面能看出来他有多气愤。然后我说：“你自己看一看，是不是你自己点错了？”然后小马，就是自己点错了。我说为什么老板打过来电话那么的差？你，我说这有啥？都给我放点粉就好了，还不特意打电话问我。我们每次点那家麻辣拌还欠我一盒那个什么呢，欠我一盒麻酱，我上次点了两盒麻酱最后送了一盒，但很久了，我怕我跟他说他已经忘了他赖账。花甲粉的底料难道不是花甲吗？花甲粉，锡纸花甲，锡纸花甲的底料是锡纸啊。太好笑了，真的很好笑，天天。我真的很久没有做过傻事。他们家真的很好吃，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花甲粉。嗯，我也觉得真的很好吃。
但是它不是连锁，就是自己做的一家。之前在沈阳也吃过一家很好吃的花甲。对，我就觉得有秘方，我也觉得有秘方。他们家花甲粉不是连锁的，对，不是连锁的，就是那个开了很多家店，那个开心花甲粉也不好吃。吃过这个花甲粉，都会觉得花甲别的花甲粉太搜索。真的很好吃，不知道为什么，就跟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到杨国福一样，我觉得惊讶，我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天津的话，你有没有吃过红湖里那边有一个，就是天津老式麻辣烫？就红湖里那边有一个，不是有个市场吗？那个市场旁边就有一家好利来，好利来那个。不是那个地铁站。不是那个大排档，那大排档现在不是没有了吗？就是我那时候我姐姐带我去吃的一家麻辣烫，那是我每次去天津都要去吃的麻辣烫，真的很喜欢吃那家麻辣烫。对，麻酱的那种。我有点想念二锅包了。二锅包子是二锅包子，二锅包子是你那边很好吃的包子吗？天津的包子很好吃，比狗不理要好吃太多了。肉包子，对，他家有肉包子和素包子。有梅菜梅干菜包子吗？没有梅干菜，就是天津就是老式包子，就有肉包子跟素包子。二锅包子，我直播间里的天津人都要笑死了。二锅包子，哦对，还有三鲜包子，但我最喜欢的就是肉包子和素包子。我有一次吃了10个，哇，多大一个，哇，这么大的包子吃了10个。8个肉的，2个素的。就是这么大。二锅包子就是这么大。不信你们问直播间里面的天津人，就是这么大。吃了10个。10个，真的吃了10个。8个肉的。我已经不行了，我都鼓鼓的，我肚子。人就是突然有实力这么一次，很意外吗？人就是突然有实力这么一次。我就喜欢吃北方大包子，我奶奶蒸的包子跟我妈妈蒸的包子也很好吃。哎呦，我胳膊上又起一个。没吃过老永生。
手抓海鲜。嗯，不吃海鲜。海带。你怎么不说紫菜呢？海带。明天中午吃什么？或者除了我们剧场，还有别的地方有鱼香肉丝汤面这种东西吗？我第一次听见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惊讶了。鱼香肉丝汤面，我真是惊讶，非常惊讶，但是真的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有机会一定要尝尝，推荐给北方友。北京的话，那么推荐那个柴姐炖菜，我们中午去吃炖菜确实属实有点过分哈。嗯，想不出哎。对。财啊、哦，不是财，是财，财富的财，财姐炖菜，一定要去朝阳大悦城对面那一家，那家比较好吃，它有两家，另外一家是新开的分店，我还是觉得那个老店更好吃一点，不是盖面，是汤面。二姑彩姐，彩姐不是亲戚，彩姐是邻居。我这音乐是咋回事啊？我这音乐要蹦起来了，这857857了，受不了了，人就是一个。一会儿隔壁咚咚咚敲墙，出去蹦行吗？出去蹦。不是，我还喜欢吃杨国福、张亮呢，确实有点亲切，好吃的。李慧真是能气死人一点。不是小猪不是说明天那个什么就是什么几点几点排练吗？后天，然后大家播都回好的，很久了之后，柯柯说了一个有人卷吗？没有人理柯柯，然后李慧在下边回了小猪一句好的。这俩像同学。这俩不像同学，这俩像情敌。我这算造谣吗？如果有什么任何的那个什么的话，就是对不起，我无意伤害，我就是觉得真的很像情敌，你们不觉得吗？KY 了吗？情敌哪算 KY 啊？我跟你说什么叫才叫 KY 啊？这样说，他们两个有点像分手的恋人，就是那种相忘于江湖，深爱，可却永远都不能在一起。都是有点扯了哈，我还是扔个垃圾东西。我今天要是想当熬夜冠军的话，我要熬到什么时候？
回到我的小窝，学会了吗？哇，我确实当不了熬夜冠军了，我的妈呀，这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个人在直播，算我二十三个，居然有这么多人在直播。下午我也播了一会儿会儿，太厉害了，这些人真很牛。太牛了，我要下播了，友友们，人就是一个大下播了，拜拜。拜拜呢，拜拜呢，谢谢荧光棒呀。小凯啊，哎，小凯说话待会儿，现在吗？人就是一个大动摇。我吃不了粉丝，土豆，我只能吃土豆粉。啊，人就是一个大纠结。因为我也有点想吃。你看，你知道为什么我跟李慧天晚上吃宵夜了吗？其实一个人可能就不想，就先算了，不点了吧。是两个人就会吃不吃，是不是？是不是？啊！让我看看啊！啊！人就是一个大动摇。今天晚上，今天上班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你吃这么早，你晚上肯定要饿。我说不会的。人可是我七点多都吃了一顿饭了，跳舞跳没了嘛。快点，再纠结就晚了。切，好，别，那你再播会儿吧，你播到外面来。可以。别搞笑。我刚才吃俩长白子了，不要提醒我。没事儿，你两根肠算啥呀？不要提醒我，刚刚还吃了两根肠。没事儿，没事儿，你回去肯定也睡不到这么早，我信你个鬼。我确实不可能睡。你两点能睡就不错了。我本来还想收拾房间来着，我房间现在像被炸了一样。啊！不要提醒我，还吃了一大碗葡萄干。葡萄干没关系，没啥，哎，没。主要是我自己在我在房间的时候，把我自己的葡萄干吃没了，上你这来吃了两个茶，吃了一大碗葡萄干。没关系，没关系。啊！不要再提可乐了，我今天排练的时候喝了一整瓶可乐。没事儿，没事，没事，没事。我现在就开始仰卧起坐。没事，明天跳一场舞，啥也没了。呀，我起坐。明天公演一跳，啥也没了，真的。人就是一个大摇，我起坐。其实葡萄是不胖人的，但是你们说葡萄干胖不胖人？
我现在就回宁珂一个四点拒绝。你说四点来个等着。你点了吗？我点了。充电器。我还寻思你能跟我一起点一下的，你自己给自己点了。哎呀，我还在这等着，我还抱着房子在这等了，扭头瞥了一眼，他都已经支付完了那个页面上。不是你刚刚打开了，你说你看一下，我以为你那点子，你真的是你不早说。哎呀，哎，然后我不点了，你自己吃。不行，你自己胖了。你别说，跟我一起吃。你好。我要点一个花甲，我不要粉儿，干吃花甲。真的？嗯。我还挺喜欢吃它里面的粉丝的。哎，早知道我点和你吃花甲，我吃粉。哦，你还要吃青菜。对。点个生菜，我没点个生菜。点个小青菜，我还点了土豆。可以了，结算。这不是《勇气之星》歌吗？对，我这是随机播放。这歌居然是免费听？嗯，是。哇，这样点好便宜。其实有的时候吧，也不是说有多想吃东西，就是喜欢一起吃东西的感觉。我要下播了，我要去卸妆，卸完妆来吃。拜拜。啊，这长了一个痘痘。这是美女，快截图。这是美女，快截图。